这里是刚抽墨脱线，回去的路上我一段一段拍啊，就不快进了。
说两句的。我自己是很享受这种旅程的，一个人开车开在这种没有其他车的路上，那老享受了。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，只要不下雪就好了。下雪就不是享受了，就是折磨。为什么要笑呢？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开心，很幸福。你们看远处的山，山林间的迷雾，再看近处的树林，啊，这空气太清新了。太潮湿了，导致我的后备箱都发霉了。我现在把窗关上了，我开会儿空调抽一下湿。好了，我们继续。来拍了张照，因为左边有一道瀑布，太漂亮了，我用手机拍了视频。为什么你当时对我好，又为什么现在变得，我知道到了这里有信号了，刚刚有一个骚扰电话打了进来，反正不是我的，我也草草看不成。
前面的一些水土路段在这样连日的大雨之下会变得更加难走。手机里的歌单也是我平常路上自己听的。这车里面的音响那个音质差得不得了，就你们听有一股那种就很差音质的音乐，就是我自己在放。如果是音质很好的，就是后期配的。右边那棵树，你看到没？好大呀！这不知道什么树啊？这个树的，就是看起来像没有树皮一样。我觉得一个人的心情、一个人的感情，甚至一个人的人品，是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。然后大家看我视频，可以透过我的视频啊，你们应该也可以感觉到。我整个人在路上都是很开心的，因为没什么不开心的事情。我希望我也可以把这种快乐通过视频传递给你们。确实就也没什么事情，然后就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开车就很快乐。我只有看到人多就会很难受，其他的话你环境再恶劣好了都无所谓了。人多就感觉哎喘不过气。我之前不是做了一个墨脱公路的一个视频嘛，然后好多好多留言啊，回都回不过来。有人跟我，我就记得有好几个人，他是就说谢谢我。带他们通过镜头带他们走过这段路，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能来了。我想说墨脱公路它只是一条公路而已啊，可能他们想表达的就是有些事情一直想去做，但最后还是没有去做，就比较遗憾。公路只是一条公路而已，可能和你们回村回家的路是一样的，和云南那边的好多山路也是一样的。我感觉我说话的时候音乐变轻。
然后不说话的时候音乐又变响，有点在播那种午夜电台的感觉。整个我现在在开的这段路，就是我进摩托的时候快进的那段路啊。很多人觉得很可惜，那我就正常的走一遍。下雨天反而是这边最好看的，因为下雨天会有迷雾，给整个摩托增添了一丝的神秘，还有一丝仙气。因为疫情，今年清明大家都不扫墓。
么啦？路边又有牛啦。哎呀，哇，你这个狗，他把狗偷零食了，然后到车里来甩。
意义啊。水更深了。有块大石头嘛，大石头搬走了，但是它上面还是说危墙，这下面也一样。你们看，这桥头的那块大石头搬走了。哎呦，这水
太大了，放了两个小时。小白，你能不能你一边叫不要一边放屁啊？哎呦，吐了。我看我窗，看我窗，他一叫就会不停的放屁。Thank you.
剩下一半的路程了，走了一个半小时，今天全程的话走三小时就差不多了。今天出来因为路比较熟悉了，开的还是挺快的，再加上一路上坡也可以稍微快一点，来的时候一路下坡的话开不快，下坡反而要慢。雨林路段走的差不多了，正好现在是到中间，因为全程它是117公里，然后我这边导航上是115公里，现在是55公里啊，不对，现在是还是55公里。哇，上山了，上了山之后外面就明显冷了。就是冷了，很冷哦。对面的大冰川，这边还没有到52K 的游客中心，边上就全是冰雪了，外面天气也很冷。你们看啊，这里冰天雪地，下面热带雨林干啥？就隔了一个小时。如果你非要离开，然后这就是过检查站到那个隧道的那条路，就这样不停地盘盘盘盘上去。这边我提醒大家一下，出来和进去一共是4个检查站，我刚出来的路上有一个检查站我没注意，直接开过去了，到了这边呢警察问我，哎，怎么前面没有停车检查呀？哎，我说没注意，没有登记，然后在这边重新登记了一下。原谅我等你死了，因为想你已没有意义，我会在凌晨时候散一散不能的地家早餐开门。哇，你们看后面的山上面，它这边山上的雪特别大，特别大，特别白，因为天上都是雾气，它天是白的，雪也是白的，不像如果天是蓝的，雪是白的，会显得没有那么白，这边就白得不得了。我等一会儿出隧道之前，我提前戴好墨镜。好了，这边加冰雹了，你看敲打在窗上的这个就是小雪珠，小冰雹。
了，现在这边出了隧道，我再趴一段就差不多了。嗯，这里的雪化了，我来的时候进隧道口雪还是挺多的。最怕藕断丝连，难舍难分，独守一隅。哇，雨好大，我这个雨刮只能刮得快一点了。积雪好像都化了呢，只要雪化了就好走了，也不一定哦，可能是个陷阱，要开慢点，前面可能突然就是一加雪。哇，我感觉波密也在下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拐到这里车前窗突然就起雾了，就得去一下雾，这很奇怪啊，是因为外面突然变得好冷吗？然后车内温度就比较高了，我还开了冷空调。剪个指甲，刚刚弄千斤顶的时候指甲裂了。再吃个棒棒糖，在拉萨买的棒棒糖全吃完了。差不多了，开着开着应该雾散了。前面有一段烂路，这边开始这路应该就不太好走，但是也就一小段，过了这里之后下个山就到过面。雪已经都化了，我前几天来的时候这路面上都是积雪，现在已经都化了，化了就好开了，随便开。
如果没有积雪的话，就是随便开，别说你叫车，老头乐的随便开。这路比起有些地方的烂路可好开多了，就是可能早春的时候别来吧，早春的时候冰雪刚刚有点融化，然后又有点下雨，那特别难走。冬天应该也挺好走。一路一边陡着一边盘下去，两边的风景呢，也就是针叶林，少许的雪山。那就这样了，我就继续拍了。到波密还有16公里的呀，下去就到了，拜拜。